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大师不服》节目，主要内容包括：一、绘画界的梦幻之旅，达利对抗莫奈；二、雕塑界的力量之争，米开朗基罗对抗罗丹；三、影视界的爱情角逐，卡梅隆对抗斯皮尔伯格。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绘画界的梦幻之旅，达利对抗莫奈。在绘画界，有两位巨星如同星空中的双子星，分别是超现实主义的达利和印象派的莫奈。他们的艺术风格如同两种截然不同的梦境，让我们不禁想要一探究竟。首先，让我们来谈谈克劳德·莫奈。这位法国画家以其对光影的捕捉而闻名，尤其是他那幅睡莲系列，简直就像是大自然的梦境在画布上流淌。莫奈的画作让人感受到一种柔和的，几乎是模糊的美感，仿佛在告诉我们，生活中的每一瞬间都是值得珍惜的。想象一下，当他在花园里画画时，可能会有蜜蜂在他耳边嗡嗡作响，而他却在思考着如何让那抹阳光在水面上闪烁。这种专注的状态简直就像是在与自然进行一场浪漫的舞蹈。而在另一边，萨尔瓦多·达利则是那种让人惊讶的艺术家。他的作品如同一场超现实的梦魇，充满了奇幻与怪诞。达利的画作常常让人感到不安，像是记忆的坚持中那些融化的时钟，仿佛在告诉我们时间的流逝是多么的诡异。达利的创作灵感来自于他的梦境，据说他曾经用一种名为催眠的技术来捕捉那些奇异的画面，这让他在艺术界的地位如同一颗流星，瞬间闪耀却又难以捉握。如果我们把这两位艺术家放在同一个画廊里，想象一下他们的对话，莫奈可能会说：“达利，你的时钟怎么会融化？我可不想我的花瓣也变成水。”而达利则会回应：“亲爱的莫奈，时间本来就是一种幻觉，何不让它随心所欲地流动呢？”这样的对话不仅有趣，还让我们思考艺术的本质，是要捕捉现实，还是要挑战现实？总之，达利和莫奈的艺术之旅就像是一场梦幻的对抗赛，两者各有千秋，却又千秋，却又在某种程度上互相启发。或许正是这种对比，让我们的艺术世界更加丰富多彩。下次当你站在画廊中，面对这两位巨匠的作品时，不妨想象一下他们的对话，或许会让你对艺术有更深的理解，甚至会心一笑。谢谢小六子的介绍，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雕塑界的力量之争，米开朗基罗对抗罗丹。在雕塑界，米开朗基罗和罗丹就像是两位重量级拳击手，分别代表了文艺复兴和现代主义的巅峰。这场力量之争不仅是技术上的较量，更是艺术理念的碰撞。让我们来深入探讨这两位巨匠的风格与影响。首先，米开朗基罗这位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大师对于人体的理解可谓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的雕塑大卫不仅是对于大卫王的赞美，更是对于人类潜能的赞歌。米开朗基罗的作品充满了力量与动感，仿佛每一块大理石都在他手中活了过来。他的雕刻技术让人不禁想起健身房里的举重选手哈达尼克森乔芬缪，充满力量感。而罗丹这位法国的现代雕塑家则是另一种风格的代表，他的作品如思考者，展现了人类的内心挣扎，仿佛在说：“我在思考，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罗丹的雕塑更注重情感的表达，常常让人感受到一种深邃的哲学思考。他的作品有时候看起来像是刚从泥土中挣扎出来的，这种不完美的质感反而让人感受到生命的真实与脆弱。在这场力量之争中，米开朗基罗的雕塑就像是一位健壮的运动员，无论是姿势还是肌肉线条都让人惊叹。而罗丹的作品则像是一位深思熟虑的哲学家，让人不禁停下脚步思考生命的意义。两者的风格截然不同，但都在各自的时代中引领了艺术的潮流。有趣的是，米开朗基罗和罗丹之间并没有直接的交集，因为米开朗基罗早在1564年就已经去世，而罗丹则是在19世纪才崛起。但如果他们真的有机会相遇，想必会是一场精彩的对话。米开朗基罗可能会骄傲地展示他的大卫，
而罗丹则可能会微笑着说，你知道吗，我也有一个思考者，他在想你是怎么做到的。总之，米开朗基罗和罗丹的艺术成就不仅在于他们的技术，更在于他们的技术，更在于人类情感和存在的深刻理解。这场雕塑界的力量之争至今仍然激励着无数艺术家，让我们在欣赏他们作品的同时，也不妨思考一下，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中，我们又该如何找到自己的力量呢？谢谢小六子的介绍，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影视界的爱情角逐，卡梅隆对抗斯皮尔伯格。在影视界，卡梅隆和斯皮尔伯格就像两位巨星，时不时在荧幕上展开一场爱情角逐。虽然他们的爱情对象并不是彼此，而是观众的心。这场竞争不仅是票房的较量，更是创意和技术的比拼。让我们来看看这两位大导演的独特魅力。首先，詹姆斯·卡梅隆 James Cameron 是一位对技术有着近乎狂热追求的导演，他的作品如《泰坦尼克号》和《阿凡达》不仅在票房上创下了惊人的纪录，还在视觉效果上引领了潮流。卡梅隆的电影就像一场视觉的盛宴，让观众在大荧幕上感受到心跳加速的爱情故事，还有那种我不会让你沉默的浪漫情怀。而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戏文·斯皮尔伯格则是影视界的情感大师，他的作品如《大白鲨》、《E.T.》、《外星人》和《辛德勒的名单》不仅在技术上精湛，更在情感上深深打动人心。斯皮尔伯格擅长用简单而真挚的故事打动观众，让人感受到人性中的光辉与温暖。他的电影就像一杯温暖的巧克力，让人心中充满甜蜜的回忆。这两位导演的竞争不仅介于票房，还包括了技术创新。卡梅隆在《阿凡达》中使用了革命性的 3D 技术，让观众仿佛置身于潘多拉星球的奇幻世界。而斯皮尔伯格则在《侏罗纪公园》中首次将 CGI 技术运用到如此大规模的电影中，让恐龙在荧幕上栩栩如生，让观众不断惊叹于电影的无限可能。有趣的是，这两位导演在某些方面也有着相似之处。比如，他们都曾经在自己的电影中展现过对家庭和人际关系的深刻思考。卡梅隆在《泰坦尼克号》中展现了爱情的悲剧，而斯皮尔伯格在《E.T. 外星人》中则探讨了友谊的力量。这些情感的共鸣让他们的作品在观众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总的来说，卡梅隆和斯皮尔伯格的爱情角逐不仅是票房的竞争，更是创意和情感的碰撞。他们的作品让我们在享受视觉盛宴的同时，也感受到爱情、友情和人性的美好，就像一场永不结束的爱情故事，让我们期待着他们未来的每一次相遇。大家好，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今天我们一起踏上了一场艺术的奇幻之旅，探索了绘画、雕塑和影视界的三场巨星对抗赛，达利与莫奈、米开朗基罗与罗丹、卡梅隆与斯皮尔伯格，他们各自代表着不同的艺术风格与理念，让我们在欣赏他们的作品时感受到那种如梦似幻的美妙。首先，从绘画界的梦幻之旅开始，达利和莫奈的对比就像一场美食盛宴，一边是甜美的法式浪漫，另一边则是辣味十足的超现实主义。接着，我们进入雕塑界的力量之争，米开朗基罗和罗丹的风格如同一场健身比赛，充满了力量与情感的碰撞。最后，我们看到了影视界的爱情角逐，卡梅隆和斯皮尔伯格就像两位影视界的情感魔法师，各自用独特的方式触动着观众的心弦。这些艺术巨匠的创作不仅展示了他们的技术，还让我们思考艺术的本质，是要捕捉现实，还是要挑战现实？而每一位观众的心中，或许都有一个独特的答案。在结束之前，我想听听你的想法，你对这些艺术巨匠有什么样的看法？你更喜欢哪一位的风格？或者你有什么有趣的故事想分享？欢迎在下方留言，一起讨论，让我们在这场艺术的盛宴中继续探索与交流吧。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编纂、设计、制作，但是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谢谢大家收看，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给我们节目点赞。